是你的那么晴朗的午后，我是说赶快去结束，你是说早上起有一点头痛，快打起精神，我会继续为你加油，多喝点水吧，放松，赶快去念书，我还是要念书。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，就听听这首歌。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就想想我。手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快活，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，相信你就会有收获，请你相信我，跟我一起说，我会考一百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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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大声点吧，我会考一百分，搞不好一百多分，我不考一百多分，不错不错。今天天气冷，想要躲在被窝，心情不好又会想要闹个别扭，不行不行，你一定要振作哦。好难的。还是要念书。当你觉得烦恼的时候，就听听这首歌。当你觉得寂寞的时候，那就想想我。书中轻一轻也会变得宽阔，铅笔握一握也会变得暖和，相信努力就会有收获，请你相信我，跟我一起说。我听他的舒适圈整个绷紧了。